农历龙年倒数计时，我想家家户户都是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了哈。我昨天看新闻报道说，最近家事公司或清洁公司都已经预约满档了，就是预约请人来帮你打扫家里啊，这在都会生活里面是常有的事情，都已经预约满档了。这件事跟我们总编云书房的佛法相关话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说的是，外在的生活环境要年终大扫除，那我们内在的心灵环境要不要年终大扫除呢？要咯。总编云书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众生文化总编辑黄静雅，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空中谈心的时间。这次我们要谈的是年终心灵大扫除，我们一样请到我们的奇想小编盛文老师来跟大家分享。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跟大家又在空中相会，聊聊年终大扫除的这个主题。好，我们盛文老师今天的声音比较有磁性，因为上个礼拜他有点小感冒了，还没有完全好，所以声音今天的音质听起来比较低沉沙哑有磁性，但是还是一样很有元气。好，那讲到年终大扫除，盛文老师是住在外头嘛，你会有年终大扫除这件事吗？也是会定期到一个月啊，稍微灰尘扫一扫，对不对？还是有。我是住自己家里，我每天都在大扫除，然后有为什么每天要花掉这么多时间在做清洁工作？有时候觉得不耐烦，因为家里有猫，然后我睡着就是他们的玩耍时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都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养猫？因为他们家里变成他们游戏场，然后第二天都要收拾很久。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年终心灵大扫除，其实是盛文老师提出的题目。我要请问盛文老师，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年关即将结束，然后新的一年即将开启之前，我们都会重新回顾上一年我自己写下的什么新年新愿望到底有达标了哪几个，然后重新检视过程当中，又会对新的一年又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期望跟期许。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检视今年自己有哪些还可以进步的地方，然后明年哪些还可以再更好，那就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回顾的方式，然后把不好的地方我们自我要求去修正，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帮自己新的开启的新年新希望这样子。就佛法来说，成佛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如果说要把它很简化的说，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情叫累积资粮，一件事情叫净除罪障。那大家听起来会不会觉得说，哈，成佛这么简单哦？你有没有说错？没有说错，成佛其实基本定义就是积资进账，累积资粮，净除罪障。详细一点讲，累积资粮是累积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那净除罪障呢，要净除什么呢？净除烦恼障、所知障跟习气障。那净除烦恼障，你就登地了，或者成为阿罗汉了，从这个轮回就拥有一种主动权，就是我想不再来轮回，我就有能力不再来轮回。那另外一种选择是，我可以不来，但我愿意来，为了跟我有缘的那些还在轮回的众生，我愿意再回到这个烦恼苦恼的世间来帮助他们。那这个，像菩萨的感觉。对，这就是菩萨的成愿再来。那另外在从登地菩萨一直到成佛之前，会还有要净除的东西，叫做习气障、所知障。所知障就是你也可以说是空性障，空性的障碍。那等空性障、所知障清净完毕之后呢，最后还有个东西叫做习气障。习气障就是像一个香水瓶里面的香水倒光了，但是那个瓶子还是香的。那个虽然没有香水，但还会香的瓶子，一般就是传统来用来形容习气的习气障。那为什么我们的年终心灵大扫除要说这么远呢？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佛法观念分享的节目嘛。对对对，我们要讲到
心灵的年终的心灵大扫除，其实要扫的主要就是这三种东西：烦恼障、所知障、习气障。但是我们可能要由近而远，由近而远就是对于那种很粗大、很具体、直接困扰我们的，我们先把它扫干净，然后再来扫那些维系地方很深地方的机构，然后最后再扫那些闻得到气味但已经看不到它在哪里的习气障。是是。那所以我们圣文老师在岁末年终的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题目，也许也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想一想，我们可以为年终的心灵大扫除做一些什么事情呢？但是圣文老师今天会提出想要聊聊这个题目，其实是有一个最近的活动让他想要来聊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台湾德嘎的那个苗栗闭关禅院，他们最近推出了这样子的活动，叫做百亿莲师心咒。那希望透过在一整年2024年的期间，大家可以发心，就能力所及，然后可以持诵莲师心咒。这个活动发起是苗栗闭关禅院他们有跟明咒仁波切说明，在筹办规划这个苗栗闭关禅院过程当中，要克服的有一些活动的阻碍以及申请一些流程都非常繁琐不容易，那希望汇集大家的一个心愿，然后能够让这个活动顺利的完成，顺利的推展，然后场地顺利的规划筹建，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然后也能够利益到日后有法友想要来这边学习或禅修精进的部分都能够来共享这样子的资源。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百亿莲师心咒来响应，让大家在2024年1月1号到12月31的期间，大家都能够有空就持诵莲师心咒来圆满这样子一个活动。好，我们先给小白同学一点具体的资讯好了，莲师心咒是什么呢？就是Om Ahom Benza Guru Bema Siddhi Hom。 好， Om Ahom Benza Guru Bema Siddhi Hom。 那如果你是才刚刚对佛法有兴趣刚刚接触的朋友，可能不很清楚说为什么岁末年终会特别提就净除罪障这样一个话题，然后净除罪障竟然还可以用持诵心咒的方式来进行，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相关的背景啊。但是我们这个话题的直接的主因是因为圣文老师现在也在担任德嘎苗栗禅院这样一个筹备中的闭关中心的宣传组长，很感恩很荣幸。这是一个义工工作吧，那我们都是想要分享文师修的讯息，那圣文就是在做等于有点组织规划的工作，然后负责圣文老师的那个美术方面也很好，所以连海报都是他做的。没有还在学习。是，谢谢。然后包括 po 文啊规划都是圣文老师做的。那他会特别想要在岁末年终的此刻聊起这个话题，除了也是要介绍这个活动鼓励大家参与之外，那主要也是也引起我们开始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因为时节因缘，在兔年已经快结束了，农年即将来临，这个农历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让大家开始想一下累积资粮净除罪障，特别是净除罪障这个像心灵大扫除的这个修持或工作，提醒我们提起动机采取行动。那我们先说一点传统藏传其实在年中都会例行性的有一些净除罪障的修法。哦，真的吗？对，这是一个很多年已经上千年以上的传统了，就是都会在岁末年终的时候，特别是会在除夕那一天或者是除夕前一两天做这个岁末年终的修法。那岁末年终的修法就跟累积资粮净除罪障有直接的关系，通常都会祈请护法神来为自己消除新的一年的障碍，然后也祈求新的一年的顺缘。对对对。
那传统上会是祈求传承护法神的、哦、传承护法神，比如说噶玛噶举会去祈求马哈嘎拉，噶举第一护法马哈嘎拉，马哈嘎拉又有人称为大黑 天、因为他的形象就是黑色的、嗯、然后或者是黑袍护法。其实法王噶玛巴曾经说他不是黑色，他是很深的深蓝色、啊、但是乍看就是黑 色是，但是他传统上也叫大黑天，所以 你认为他是黑色也没有问题、嗯、那提到这么细节主要是让大家在形象上有一个想象的依据，他就是一个形象黑色的一位就是愤怒像的护法，但是他非常的威猛有力，是一位智慧护法，尤其是护持修行人，护持道场正法团体、哦、那我们在通常在年终的时候就会特别修持护法神，来向他祈求赐予新的一年的顺缘、嗯、然后也进除罪障，比如说过去这一年来你有什么事情觉得特别不顺啊、哦、然后就拜托护法神请他帮忙扫除障碍一下、嗯、对，很重要。那这跟今天的莲师心咒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莲师是几乎是所有藏传所有传承共同的上师。嗯，是。莲花生大师，如果小白同学是第一次听到的话，我们先简单介绍莲花生大师是哪一位啊？莲是莲花，莲花就是那个很漂亮的莲花，那个莲花哈、哦，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莲花生就是从莲花中出生的莲花生三个字。那、哦、但是我觉得莲花生大师实在是太有名了，嗯、即使是。还没学习藏传的人应该也都听过莲花生大师，即使你对 佛法佛教不太熟应该也都听过莲花生大师、嗯、因为他真的非常威猛有力，那对于藏地的佛弟子来说他的恩德跟佛陀是一样大的、嗯、对，因为莲花生大师不是他把佛法传入藏地，但是是莲师让佛法在藏地发扬光大、嗯、对，因为当年藏王本来是殷勤禁命论师就是当时印度那个那烂陀佛学院的校长禁命论师去藏地弘法、嗯、那禁命论师去禁命论师学问甚深修持正量也很广大，但是呢秀才遇到兵有点说不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藏地的民风很强悍、哦、那也有很多藏地的特殊的妖魔鬼怪会造成障碍、嗯嗯、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难管教的地方，就是你跟他好好说有点说不来需要拿出教鞭来打屁股那个时候禁命论师就跟藏王就说、哦我想你需要请有武功的人来、嗯、那个有武功的是谁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就是、对，原来是这样子，因为莲花生大师他的修持正量非常甚深、嗯、所以他非常有调伏、就是那些邪祟非人的威德力、哦、简单讲就是神通了、嗯、那是，所以他被藏王引请入藏，然后他就以他的威德力神通力降服了藏地的一些很顽强不肯信服佛法的势力，包括一些妖魔邪祟，那都降服在莲师的威德力之下成为巨士的护法神。巨士是誓言的誓，巨士护法神的意思就是说、哦、我领受你的教戒，接受你给我的三昧耶，成为领受誓言的护法神，我有守护佛法的誓言。哇！那这些巨士护法神从此千百年来一直在守护藏地以及所有修持佛法的护法的修行人。嗯嗯、那所以莲师他对于藏地子民的恩德，就像佛陀一样广大。真的。那所以莲师的威德力直到今天
只要一提起来，很多人仍然心里是很有感的。这件事很多人觉得好特别，为什么？因为莲师他是1000多年前的人了，大概1200年以上的人，为什么今天提起来你还对他的正量，对他的威德力非常有感呢？可见的白话说叫当年不知道修到什么境界去真的非常令人敬仰的一位。对，那关于莲师也莲师也有一个很有名的预言，可能有些人也已经听过了。那个预言叫做当铁鸟在天空飞，铁马在地上跑的时候，红莲佛法将传遍红莲之国的国度。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当年莲师说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觉得说你到底在说什么的。但是后来到了20世纪下半夜的时候，大家忽然听懂了这个1200多年前的预言，原来在说飞机在天空飞。哦，飞机是铁鸟。对，飞机就是铁鸟。然后当汽车在地上跑，就是铁马在地上跑的时候，佛法将传遍红莲之国。佛法就是来自西藏的佛法会传到西方的红莲之国，就是印第安世界。哦，真的哦。真的。像第16世法王就曾经到印第安的部落去为他们祈雨。那时候印第安的部落已经有大概60几天没有下雨。哇，很干涸的感觉。对，然后那时候第16世法王到印第安的部落去那酋长向他提出请求说，哎，听说你是来自东方的高僧，我们这里已经有60多天没下雨了，那60多天没下雨不管是古代或现在都很严重。对，是啊，只要你任何地方 有动物需要饮水，有作物需要灌溉，60几天不下雨都非常严重。那听说第16世大宝法王让囧日佩多杰就说，好的，没问题，我来想想办法。那这个时候是在山上，当16世法王坐上汽车，车子往下开的时候当时车上还有司机，有其他的弟子，他们看见法王开始在修法。然后修法车子还没开到山下的时候，雨已经下下来了。真的假的？好厉害哦。我们不是要说那个很迷信的事情鼓励大家相信神秘力量，但是的确有人见证了这件事情。那这也正好是当年莲师的预言，当铁鸟在天空飞，铁马在地上跑的时候，佛法将传遍红莲之国，这个预言它成真的时刻。哇，当然我也很好奇再追问了细节，法王修什么法？对，我们 会追问啊。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好了，有人说法王修的法是施身法里面的祈雨法。哦，祈雨法。原来施身法就是布施的施，身体的身。施身法里面还有祈雨法。真的有，听着好神奇哦。那至少16世法王在20世纪曾经在美国的印第安部落的那个山上修过。哇，好，我们说的有点远了，无非在说莲花生大士是多么的不可思议。那跟莲花生大士相应有一个很直接简单的方式，就是念诵药师行咒，就是刚刚我跟圣文老师都各念诵了一遍的嗡阿吽贝扎咕噜贝玛西迪吽。那我跟圣文老师也都各自认领了一些次数。对，目标百亿，听说已经达标了耶。达标了，达标了。百亿不是说我们一个人认领了，是大家全球集合起来，对对对，加起来已经超过100亿。就是我们预计在2024年持诵，不管你是持诵认领10万遍、100万遍，或者是你是随喜，那就是要在今年想要大家集合起来以累积100亿遍的莲师心咒，祈求莲花生大士加持，一切正法护法神加持，然后也希望启动我们自心的修持力。对对，唤醒我们本来就心向善法的力量，让这个世间更和平更安定。
那我们也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在2023年的时候其实发生了至少两个比较大型的战争，对，不管是乌克兰战争或者是、以色列在加沙走廊跟哈马斯的军事冲突，对，然后在过年、2024年一开始的时候日本也发生了大地震，大地震，对，所以这个世间不管是人为的或自然都有一些不平安，是，对呀，那我们很需要祈求外在的具有大威德力的主师，像莲花生大师的加持、我们也需要唤醒我们自心的力量、真正的吉祥的源头其实不是别人给我们，是我们内在的心开始柔软，开始放松，这才是真正吉祥的源头。那我们要祈求外在的护法神为我们净除罪障，其实我们内在的护法神就是我们的心，自己要先努力，如果我们没有动机也不付出努力，然后光想要求外在的护法神、这样是没用的，对，缘木求鱼的感觉，对，就像你一年请那个 外面的清洁公司来扫一次然后你整年都不努力，对，你家还是会很脏的没错，是是是，所以外在的帮忙力量需要请人家来帮忙，需要预约，对，但是你内在的自己的羞耻力净除罪障的力量我们也需要提起来，对，所以请外面的清洁公司来扫一次可能清洁一时，那你整年都要干净的话需要你自己靠自己拼死，对，没错，说得很好那圣文老师你自己在做这个连续星座的休息你是怎么样分配你的时间的？我可以的话尽量每天养成这个好习惯，就是睡前之前然后持诵一下，对，然后在念诵星座之前会有一个短暂的把心收拾回来，然后双手合掌，然后跟自己相处一个片刻，然后接着把心念放在连续星座这几个字上面，然后最后念完之后我是念300多次啊，然后念完之后再把这样子一个很好的发心跟动机然后再做一个回向这样子，是，那也就是说在每天的休息我们都会给自己分配每天要念多少话、免得最后念不完就明明是一个很好的发心结果最后跳票就不好意思了，没错，真的所以可能大家要给自己除一下每天要做多少这样，是，那我的方式是我起床以后早上先做，因为我不确定接着会多忙或者是累了或者是懒了，所以最好是早上先把它做完、那我一样我也会是在先让自己静下心来，心回到当下、那这个心回到当下也是明鸠仁波切说的就是无所缘禅修、先让自己的心回到当下，放下放松，那以无所缘禅修当成是第一动零到一开始、然后接着我会做皈依发心跟四无量心一样，跟圣文老师一样是前行，然后接着就开始持诵莲师心咒。那持诵莲师心咒有几个方式的，因为次数很长，次数很多，然后尤其你认领比较多的人时间可能比较长，你就可以切换不同的修持方式，不管是对莲花生大师升起前进心意念莲花生大师或者是你可以安住在菩提心当中，安住在自心本性当中，我觉得都很有力量，对，真的很好。那最后我们就简单做一下回向，这样就很完整。那你可以回向给你想要祝福的对象，那也可以回向给德嘎苗栗官院就是这个未来的闭关园区能够一切顺利，不管是执照的合法执照的申请或者是各期建设的进行，希望它都很顺利，因为这个地方是未来大家很近的地方就可以闭关的一个好地方，对，真的，也就是说你闭关不一定到国外去，其实在台湾
本身就有一个很适合闭关的地方，而且它也是有好的老师可以指导你的。明秋仁波切就是这个官方的指导老师，当然不是说明秋仁波切会一直在官方里指导你，是是，而是说你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可以请问的，它是有方法，对对对，有指导，然后有一个很好的软硬体环境的，所以很需要大家集气对一起支持，然后祈愿他障碍进出，能够顺利的承办。对，那今天我们年终心灵大扫除，就是要扫除心灵的障碍这个部分。我们主要的推荐其实就是我们最近在参与也在推广介绍给大家的持诵莲师行走嘛。所以最后我们这个节目最后一样要以一座短禅修来作结，那我们就请圣文老师来帮大家带这一座莲师行走持诵的小禅修好吗？好，没问题。好，现在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轻轻的把你的腰杆打直，身体坐正，好，放松全身的肌肉，把心带回当下，跟自己静静的相处一会。好，那我们现在呢要诵持莲师心咒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短短的皈依发心。愿以无尽慈悲与智慧，为众生之福乐而修持无有饥渴四大不调等，世界和平繁荣与喜乐。愿我们待会的诵持莲师心咒这样子一个发心动机良善，然后把心力放在莲师心咒上面，帮助我们自己清除过去不好的一些烦恼习气障碍，然后也为来年新的一年能够更加的顺遂。好，那我们这边先带听众朋友，我们先念个三次的莲师心咒，那待会可以请大家自己在心里默念都可以，那过程大概约两三分钟。好，我们开始一起来念哦。 Om Ahom Benza Guru Bema Siddhi Hom Om Ahom Benza Guru Bema Siddhi Hom Om Ahom Benza Guru Bema Siddhi Hom。好，那我们诵持莲师心咒的部分就到这里，那我们最后将我们刚才所做的短禅修做一个回向。愿以慈悲大力之修持，转化痛苦障碍得宁静，一切有情各个心开启，清净智慧由内而显发。好，我们愿刚才的修持回向全法界正法上师能够长寿健康住世，也回向世界和平战乱或瘟疫等四大不调都能够平息，也回向消除尼泊尔光明寺所有建设一切违缘的障碍，也回向消除台湾德嘎苗栗闭关禅院建设过程中所有的一切违缘障碍。最后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能够平安快乐，谢谢。好棒哦，我们圣文老师带得好好哦，我感觉很有力量啊。谢谢静瑶老师。那刚才圣文老师念的皈依发心文跟回向文是明秋仁波切给德嘎的同学，德嘎开心禅的同学的特别的皈依发心文，前行皈依发心文跟结行的回向文哈。那虽然如果你没有参加过德嘎的课程，可能是第一次听到，但是内容也很容易理解哈，一听就知道是哪几个字。那如果说你没有参加过德嘎的课程，你想要用别的皈依发心文或回向文，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那你可不可以用自己写的皈依发心文跟回向文用白话文来说呢？当然可以。
只要那个精神是一开始提醒自己皈依，就是皈依佛法僧三宝，如果你有上师可以加上就是上师空行护法，本尊空行护法，那这样的话就变成六根本就是你可以向三宝三根本做皈依发心，然后你也可以加上四无量心的修持，最后你可以像圣文老师那样念仁波切写给你就仁波切写给德凯同学的回向文，也可以用传统的回向文以此功德愿证佛智性，降伏烦恼愿敌之过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那或者你用白话文，像圣文老师刚刚念的白话文，这样也很清楚对不对最后别忘了回向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自他一切有情都从轮回中解脱，都能够解脱烦恼障、所知障、习气障，究竟圆满成佛。那这就是岁末年终新年大扫除的极致目标了。最后也祝我们所有听众朋友龙年新年快乐哦。对，龙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嘛，吉祥的象征，所以祝大家龙年行大运。这个行大运呢，是指我们心能够更放松柔软，更有自利利他的能力。哇，那这样子不管我们外在的身语的行为做什么事情都会更充满正能量。太棒了，谢谢金雅老师。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再分享相关的话题。放下放松，让心休息，找回最好的自己。总兵云书房，我们下周见。